西港区港东里这天是非常的热闹，在里内活动中心举办敬老活动，休社区这天带来精彩表演，展现出满满的活力。长期关心港东里的台南双石胡伦乡，这天也由社长王俊斌带着干部送来使用的白米和参与活动的长辈，另外也打算准备鸡卵糕送到不方便外出的长者厝内底慰问，让老大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。很欢喜吼，阮钻石胡伦社今年来到这个港东里吼，谢社区吼，来做这个九九重阳节活动吼，已经第四年啊。阿阮双石胡伦社每一个计划吼，服务计划拢有持续性的。所以我唔是讲做一年了就无做，就无看人诶。所以吼，即个长辈吼，阿伯阿姆吼，逐渐看到阮一年若到吼，那中央间吼，就拢看到阮过来送鸡卵糕啦，也是送米啦。啊，阮等下嘛，阁有准备一挂即鸡卵糕吼，要来关怀迄行动较无方便诶，无就出门诶吼。啊，拜托李长吼，啊，带阮来家厝家。表达一下阮的诚意啊，甲关心。历代民众透过敬老餐会，大家互相联谊，并且享用丰富的中昼顿，期待透过活动，互长辈过一个快乐的重阳节。同时嘛，提起时势友好以及重视高龄者，发扬传统孝道的美德。咱台视新闻台双西港采访报道。